香肠、水、果汁、点心、凤爪，有人要吗？不好意思。一根香肠。你怎么今天又来了？你每天坐这车呀？对，我是对是上班在外地上。哥们，你怎么戴口罩？你是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戴口罩怎么了？我长青春痘，我爱美行不行？你这长相我认不得，声音倒挺熟悉的。我前夫说话也这个样。这么好认啊，前夫。对，这奇怪了，越说我越觉得我也不装了，废话能不好认吗？我都说话成这样，你说100个人里面有几个这样的？你在这干嘛呀？还来了好几天。我想你的时候就到这儿来。我其实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一声，咱俩能你别过去，咱俩能不能？破镜重圆，那你还赌不赌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觉得这事儿还可能发生吗？这是不是？这该你说话了，来。我能说话了？能说话。我觉得他肯定赌不了。对对对，这兄弟说的对。你赌不了，那拉勾勾。行，你要觉得拉一勾勾不够，可以拉俩。行，那这样，老规矩，打点儿，再喝一个，行不行？喝一个。好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一定对你好。一会儿咱俩加个微信。加微信啊！加微信。我一看你们俩就有缘，这可不是吗？听你声，我还以为是我媳妇。是啊，由于你，你等着个厉害的。来，干，抢戏。OK 了，两句话都说了。一点也不简单，太难了，一点都不简单。哎呦，这挺自然的。哎，怎么喝上了？仨喝上了。